说再见了。是的，天气越来越暖和了。要去哪里呢？我觉得呢，如果有短短的假期的话，去冲绳是最适合的哦。冲绳，冲绳很适合。Okinawa，Okinawa，因为Okinawa呢，从台湾飞Okinawa只有90分钟，这么近。飞机上其实是60分钟而已。而且我知道，像冲绳啊，因为它是海边嘛。对，所以海景很漂亮，然后有海鲜也可以吃，然后还会有逛街或吃美食的地方，可以的，可以度假也可以逛街，对不对？真的很适合又很舒服。然后呢，Okinawa的人都很热情哦，很热情呢。对，这次你有去对不对？这一次呢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跟唐宇还有跟新慧一起去了冲绳哦。啊，那你们有 VCR 了？有 VCR 是不是？好好好，看一下。旧称琉球的冲绳位于日本的最南端，由于气候终年温暖宜人，拥有美丽海景以及独特传统文化，因此成为广受欢迎的度假胜地。除此之外，今天将为大家揭晓风格独特的伴手礼以及女生最爱的美容按摩，还有冲绳特产的美人料理，赶快来看看吧。海景美的冲绳呢，海边真的很漂亮，而且东西很好吃哦，而且很好逛哦，真的。对，现在我们赶快去买，走吧，逛街吗？想逛街，我现在想买东西。女孩子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马上去逛街的景点哦，走吧。第一站，麻衣带我们来到距离那霸机场车程约15分钟的知名唱货中心，在这里聚集了107家国际知名时尚品牌，可说是流行女孩们最爱的精华景点哦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呢 ，Okinawa 的 Outlet Mall 阿西米纳。对，冲绳的女孩，好大好大。冲绳的女孩子来这边逛街，所以很多时尚的衣服啊、包包啊、鞋子啊、玩具啊、名牌啊，通通都有。而且这边是有些店是免可以免税。哦，哎，马上我刚刚看到就是有很多 outlet， 它是每一个商品都有 outlet 吗？对的，所以呢，每个店都是90块 off 啊，打9折啊，打1折啊，就是很划算的，通通都有打折。没错，超划算的折扣以及免税的优惠，就是这里广受欢迎的原因哦。这边很可爱耶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あ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なんかおすすめのアイテムありますか？最近。うちの。やっぱりこれ？こちらは。推荐的。啊哦。セット。这个颜色很漂亮。对啊。这可以衬肤色的。真的耶。麻衣应该穿蛮好看。嗯。可愛，那我们三个上节目就穿这样。哎，这真的很便宜。对啊，本来原价是5000多，然后对啊，打完折变成3000多。啊，也是呀。然后我们一人买一套回去一起穿。对对啊，就三个人一个颜色。然后再帮谢欣姐买。谢谢可怜。对，帮谢欣姐挑一件。再帮谢欣买一件。帮无缘到场的谢欣选完礼物之后，来到冲绳当然也不能错过清凉的泳装啦。2014年人气最 hit 的泳装款式在这里也都能找得到哦。最近おすすめの水着ありますか？今これが一番人気。哎，これ就是我刚刚在门口看的那一套。对，他很推荐呢。真的，我觉得他真的很漂亮。对，而且他内裤这边设计。就是今年啊，流行黄色嘛，还有荧光黄，然后还有上下不懂的感觉，就是不懂的颜色很流行。可是还是有小元素是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可爱哦！在店员的推荐之下，流行特派员谢欣慧和莫唐宇将试穿今年春季的流行款式，赶紧来看看吧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那一二三出来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性感啊！天哪！现在在看电视的人都喷鼻血了啦！真的好穿吗？好穿，非常好穿。好穿，嗯，台湾真的没有这样子这么可爱的，没有，真的耶！而且它又一直做搭配，然后我的裤子是不一样的，哎，蕾丝的，所以多一点点里面的颜色。但它里面的泳装还是一样的，是一套的，对，但是它裤子是不一样的，它显得脚更长。
好加分，对，喜欢。嗯，这套它这套是比较就是颜色比较多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单一颜色，但是我这套非常多的心机，它的那个杯垫是很厚的，很适合我，因为我没有那么丰满，所以呢，它是有勾啊，对，就是这个看起来很 up up， 对，它那个垫子的话，因为它垫子非常，你如果要就是可以垫那种很一整块的厚的，或者是水饺垫都可以，然后呢，还有这边。它这个链子就是我们刚刚看的，它是很特别的。这边有，然后这边有，它是配成一对。对对，好棒哦！活泼的配色加上创意的设计，果然相当受到女生的欢迎呢。除了泳装之外，天然有机保养品在冲绳也是相当热门哦。对于肌肤不易造成刺激的有机保养品，也是人气必败的伴手礼。很容易吸收的感觉，对，吸收力，沙拉沙拉似的，吸收一点，对耶，就是又天然，所以对身体很好，健康也可以更美丽，然后安全，这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要送朋友或者家人想要用，都比较健康安全。很多人都很容易过敏，然后就用天然的东西比较好一些。对，推荐推荐。最后一站一定不能错过伴手礼专卖店啦！在这里除了有冲绳产的纯手工工艺品，还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造型衬衫，是不是相当吸引人呢？紧接着麻衣三人来到冲绳闹区，又会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他们呢？好啦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呢冲绳当地的美容 SPA 哦。对，这脚好酸哦，脚很酸，对，很累了，想要按摩了。所以呢，我有帮你们准备好啦。放松，而且可以更漂亮哦！真的，对，来到冲绳一定要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走走走走。南洋风情百事以及静谧悠闲的气氛，让人一走进店里就能有放松的感受呢。首先，唐宇所体验的是美颜穴道按摩疗程，透过淋巴与穴道的按摩，除了新陈代谢循环之外，也能舒缓身体的紧绷不适。而新会体验的则是利用冲绳特有泥岩所萃取出来的有机冲绳泥，可加强背部的清洁与循环，另外还能体验精油按摩浴，可说是相当享受哦。感觉如何？好舒服，好舒服，而且我现在有一种就是反应都慢半拍的感觉，整个软巴巴的感觉，因为反应会变慢，因为还舒服。所以皮肤怎么样？有整个就觉得短一短的，短一短的，对，变比较好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就是敷背，因为它是用那个泥的敷，而且它不是它不是一整片大片的，它是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弄，而且冰冰的很舒服。哎，如果我整个背有痘痘的人可以做这个，就是背部的清洁，因为后面有很多，有时候出油没办法去洗到。我觉得日本的手感跟台湾的比较不一样，不一样怎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它按脸的时候，它是针对到穴位的部分，像太阳穴啊，还有眼睛部位跟肩颈的部分啊，它会比较用力，就按眼睛会很舒服。对，它一按到整个很酸，然后可是一按完，整个眼睛都会是僵哦，会比较亮一点。就是有时候我们这样肩颈比较硬啊，它这样帮我按的时候，都会一直听到那种。嘎嘎嘎的声音哦，所以推开，对，它推开，现在感觉整个筋都这样舒开来，而且我刚刚泡那个澡啊，我觉得就是它味道会让人家觉得很放松、很舒服，而且它水温调的刚刚好，不会太烫，也不会太冷，而且它的那个泡澡是不是有加精油？我刚刚有闻到那个，好香哦，对，很香，然后还有花瓣，所以女生就最喜欢泡澡的时候有花瓣啊，对，感觉很舒服。等一下要去哪里？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去更好的地方，耶！好不好？我们走吧，走。今天的最后一站就是要来品尝冲绳的美颜料理阿古猪涮涮锅。冲绳特有的阿古猪含有相当丰富的胶原蛋白，对女性的美容相当有帮助哦。就吃吧。OK。果醋酸酸的感觉，好好吃哦！我要，我要，哇！
陈的妈妈如何？如何？如何？很香，汤就是对，而且它的肉真的很新鲜，就是肉的味道是鲜味，然后汤的味道很足够，菜的鲜甜的味道在里面，整个嘴巴里面都是肉香香的味道。上天堂，真的，就是从鼻子。整个串上去的那个香肉味，而且它原味也好好吃，你等下试试看原味。对，然后我要试试看可以加那个薄醋的。哇，太好吃了，好吃。这样子很好哎，又可以吃得饱饱，又可以更漂亮，也不用怕胖。对，因为这个猪肉很好，然后它那个油脂是很，就是市场对女生很健康的。所以啊，台湾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吃一下阿姑的，一定要来吃，推荐推荐，感觉吃一口就是一口的胶原蛋白，真的啊，谢谢谢谢，坚持，拜拜，好棒，再见，真的。看三位大快朵颐的模样，既美味又能兼顾美容的阿古猪料理，是不是相当吸引人呢？来到冲绳，不仅能享受温暖的气候与美丽的海景，不管是购物、按摩以及美食，可说是应有尽有，也能够让旅程更加充实，增添乐趣。找个机会到冲绳来体验这至高无上的享受吧。冲绳的旅游真的是多彩多姿，很热闹。对，那因为其实我从刚那天一直在生气，就是说只有你们去，是金牌谁啦？如果说你有带一些欧米茄回来，我可能就这几分钟可以原谅你。会原谅我吗？有可能。好，当然有。上来欧米茄吗？冲绳限定人气伴手礼超可爱纪念小物即将登场。